你们都是我的再生父母，都是我的爸爸们，感谢你们，感谢我冷少哥，感谢我各位爸爸们，谢谢你们，感谢我冷少哥给我抱上来，谢谢大家。来的秃噜秃噜，我现在的占我大 Q 姐的便宜，我跟他留50秒就行了。我大 Q 姐其实根本就不用拉票，他就能赢啊，心里就好。我不知道我大球给又会给我出什么点子啊，但我相信肯定是极大的挑战。大家加油，来 Q 姐你接麦啊。行，好嘞。你这票拉太猛了，呼哧带喘的。感谢疾风啊，感谢咱家宝们，香港黄的兄弟们，第一排第一个礼物，一组一三三，一组一三一四，来吧。完了，包里边有免费的，兄弟们，免费大军呐、啊，来呀、啊，免费大军，你这小画面啥的，那个怼上来。感谢回忆再忘记啊，感谢一个好人，感谢跟毛炖年谈啊，感谢飞童，感谢咱家飞童，感谢咱飞童八把票，感谢任静娟，感谢飞童吹把票，感谢飞童八把票，感谢飞童八把力票，感谢大橙子，感谢大橙子啊，差距已经被咱们追得越来越小，还差最后一点点的差距啊，努努力，兄弟们，马上还差最后一组压三压四。感谢大橙子，感谢蒜苗，感谢大橙子。还有8秒钟的时间啊，一定要稳住这个局面，不要被捅发，千万不要被捅发。二一，哎呦我操的了，到底让人捅了。不是申姐，我怎么发现你每回你都慢半拍呢？你网有毛病啊，申姐。你哪回都这样，你老气人了，真的姐，你不得不刷了姐。只是我一点不吹牛逼，姐，你这零刷的，我心喜弄喜弄，你是故意的不？哎呀妈呀，哎呀妈呀，气我一句溜一句溜一句的。行，我熟了，我熟了，没事，你说怎么的吧，怎么的吧，来吧，来，反正就这样吧，就是那个。你咋累成这样呢？我真累惨了，真累惨了。我刚才出去撩妹儿，抱了二十几个妹子做公主抱，我却抱了一个200斤的老娘们儿，抱着公主抱，抱着走路。咋的？你看不起我的，起不起我的？不是，我是说那个什么，在户外的时候，跟你没关系啊，跟你没关系。我刚才看你，刚才看你在做个交警，你个交警帽子周下来了。这个玩意儿玩不了啊，这个玩意儿我估计就死定了。这边我们这边治安很严啊。啊，来吧。啊，那么让兄弟们过来帮忙打打卡吧 ，Q 姐啊，这个面子我相信指定还是没毛病了啊。行吧，兄弟们点点关注，上直播间给人打打卡，打打卡去啊，200个卡就行了啊。没打卡的去给人打打，去给人打打卡，打打卡，输了就认。啊，这小月啥？站稳了，站稳。你多少了？1212啊，1212。那你要1400吧？啊，1400左右就行啊。那行，兄弟们，行，去给打打卡吧，打打卡吧。辛苦咱家宝宝们了啊，我们了啊！你看我玩个游戏，玩个游戏给你了，输进去了。谢谢 Q 姐啊，谢谢 Q 姐啊！我心喜弄着呢，玩玩游戏，你们输，你们输进去了啊！来，我一，你再瞅一眼，现在多少？我再瞅一眼啊！啊，1346啊，还差那么一点点，还差一点点，还差一点点啊！咱们一点点啊！那打完了之后回来，啊，打完了就回去了，兄弟们啊！139。你放心吧，一会儿就上去了，好，我知道了，我放心了。Q 姐这是有盘面了，怎么了？这个指定不滚刀啊！差不多了，兄弟们，完事了。对，兑现承诺了。200个打卡，兑现了啊！啊，欧了，不是你咋蠢这样？蠢这样了呢？我身体不好，啊！感谢 Q 姐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不是，感谢天子哥，感谢兄弟们。没事，你最后你，我咋的？没事了。我坐地上，我现在眼睛有点发黑，有点低血糖，来，感谢 Q 姐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没事，不好意思。